哎呀，你有什么感受啊？陈奕迅的我很喜欢的。带他回答，带他说，他对，就是带我讲。对，因为那个偶像就是陈奕迅大哥，我也很喜欢的。你什么感受？对，你把他干掉了。哇！看，没有，重新开始，淘汰了，把他淘汰了，有好一点，还不是一样。好，没。开始，那个开始，就是对嘛，然后入围了就感觉很开心，然后但是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别人认识我们的歌啊，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，我觉得拿不拿奖真的无所谓，因为我知道就算是我自己拿奖的话，一定公信力是没有那么大的，所以作为个人来讲的话，其实有这个机会让别人认识到我的歌，已经很开心了，对。我觉得是要很感谢投票给我们歌友，因为这个奖是投票投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谢谢他们的支持。那我跟江涛还有我们 Mira 入回了五强，也不代表我们很厉害或者什么的，而是谢谢大家给我们的支持，所以我们在未来的路会做得更好。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动力，去让我更用心做下一年的音乐。